话，这台展示上面融合了三菱电机的一些通用的自动化的一些产品，包括摄像头，然后底下的是我们的工业 PC、PLC 运动控制器以及伺服驱动器，然后在上面的话是有六个伺服电机去作为一个抓手，对这个魔方进行相关的一个还原的一个动作。